你看这人呢，黑压压的。三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这就是定点医院的现状，没有任何人管。刚刚找领导，没有领导，领导也解决不了。他怎么走啊？我听到你们了，我不想回家，我不想回家过年啊！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做了什么？你们五个只是看他判了个病，还他妈一天四个班，还把我们拖到八月份去上班，我们不想活，你自己看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啊？我不要人，你把那些病人都搞走，躺在地上的都拿走，可不可以？你不给面子说不要讲了，又给搞得这么面子上了，叫我滚蛋回家。你再跟我这样说，请他们说的，请他们说的，别闹别闹别闹，我没有闹，请他们，这病躺那么多怎么办？叫他们院长过来看看，院长飞过来，你说让病当病人去跟没用，我去了，把纸准备台了。啊？车可从哪都来了。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这你妈！这是沪昆高速，都是往上海进的车。往年春节上海就是空空如也啊，没人来上海。你看看，全都堵的，一直在堵。一晚上300多台瓦计到现场了，武汉首都。